梅雨季报道，天气潮湿，阴雨绵绵，防水配备当然不能少，抗霉商品卖气也升温。水直接套上，加厚又防滑，拉链设计就像雨靴，走在路上最怕爱鞋被雨淋。防水鞋套两周卖掉近千双，另外还有这一项，仔细看拿在手上就像手提包，但走出户外后腰身一变。转开磁扣，打开一秒变雨伞，这把伞多了暗袋，要收伞不用怕湿哒哒，只要往外一翻，湿掉的雨伞通通打包，不仅不滴水，还能变成手提袋。有这种东西吗？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听起来是这样。然后因为比如说搭捷运的时候，常常都会拿着雨伞，就是会滴水什么之类的，拿着要湿哒哒又很麻烦，如果用提弄成包包的话，我觉得很棒。另外像是这款烘鞋器也超夯，利用紫外线灯杀菌又防潮，其他平台像是轻量风雨衣销量也开红盘，折叠伞单月更是破万组。近一周的关键字搜寻度来看，像雨伞的关键字搜寻度有超过4倍，然后像是烘鞋器有超过5倍。就怕配备不齐全，一不小心凌晨落汤鸡，梅雨季电商业绩买气升温，遇水则发。新闻特约张轩台北报道。